这是在公元雨后的一个早晨，在嫩湿的草地上，我发现了两朵不知名的菌菇，形状有异，支柱与圆伞状两款，这款顶端呈现了一个盖状，咋看下有点像土耳其的卡帕多西亚的石柱。另一款有如欧美女士头上所戴的发缸，细看形状真的很美丽。在人来人往的公园草地上，他们没有被尘韵折踩着，真的很幸运。他们被我发现也算是很幸运吧，因为通过我的摄影和放大，我会把他们的存在介绍给大家。这两款小巧草菇呈白色和褐黄色，另一个具有伞状的菌盖和菌褶。菇类有很多种，菇类有被分类为食用菌和毒菌，如果没有辨别菇类的专业知识，千万不可以随便采摘野生菇来食用，以免误食有毒物种。最后孩子给我敲来资料，说这种菌菇英文名叫 Phalaenopsis。 以上这张照片就是在泰国清迈拍到的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专业摄影师所拍摄的美丽菇类照片吧。今天我的短视频就到此结束，谢谢收看。